过年，欢迎收看这期的《吃货请闭眼》，我是老白。大家好，这是消失已久的瑞哥啊，就回归了。瑞哥带我来吃点好吃的，这个我没吃过啊。瑞哥带我来的是啥呢？就是我们背后的马三洋芋片。我还第一次吃啊。你们猜猜马三洋芋片是什么？洋芋谁不知道，就是土豆、马铃薯。对对对 ，potato， 西北菜一个老字号。去兰州看看，人人都知道马三洋芋片是什么。而且这家店啊，还有一个大特点，它是我在学生时代兜里揣着30块钱就敢随意进去随便点的饭店。我表示不信，我觉得小花揣30块钱绝对，我绝对相信。你揣三扯，那吃得饱。就你这饭量，其实呢，吃土豆当做主食会比吃饭要瘦很多。但是饭前吃饭后吃这个东西，不是代替饭吃。好。说你们最近迷恋一款非常火的养蛙佛系游戏，看你们的蛙儿子回来了。小花，听说土豆能减肥，油炸的就减不了肥了。我们的菜就上齐了啊！让我们看看我们点了些什么，点了些什么。这个是马三洋芋片，传说中大名鼎鼎的。哎，跟我想的不一样。需要看一下。我以为是炸的，看着跟麻辣烫似的。但是马三洋芋片的洋芋，超级大的洋芋片。这把大土豆做的呀。我觉得土豆啊，入口第一感觉特别脆。如果你不告诉我是土豆，我绝对不知道是。它应该是很简单的在水里敲了一下，断生，直接拌那个麻辣料，这麻辣料特别过瘾，麻辣咸香，土豆的味觉上的一个升华。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，不愧人家的招牌。但是以我的标准点有点辣，但是我吃辣比较怂，是吧？我们点了土豆、西兰花、豆皮、蘑菇、海带、木耳、菜花、西葫芦、藕片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点的是人家给咱放在一个碗里了啊。您来说点哪样有哪样，不是说没点一盘这个土豆都这么多东西啊。我们这点完放一块儿。那我估计连土豆他妈都不认识他了。怎么样了呗？还不错吧？还是辣，还是辣。哎，总结一下啊，土豆片是非常赞的，是脆的，给我带来全新的口感。然后其他食材基本上的味道和辣度呢，跟它相同，只是区别上只是食材的口感上不一样。你比如说藕的爽脆啊，然后西兰花的入味啊，蘑菇的这个软糯啊，牛肉皮的这种滑爽啊，是有这个区别，其他味道是一样的。大家可以来试试，爱吃西北风味的吧，爱吃辣的、咸的，叫解馋辣和咸吧，是吧？叫解馋的朋友们可以或者试试，而且还很便宜。就说这是瑞哥上学时候靠男生必点必来的这个餐厅。这还是辣，还是辣。辣的东西要搭配着牛奶醪糟，里面还有鸡蛋，牛奶鸡蛋醪糟。牛奶鸡蛋醪糟，玫瑰花，玫瑰枸杞，芝麻，尝尝那个怎么样？哇，好香甜啊！牛奶还是比较解辣的，一嚼还有那个芝麻的鱼香，感觉很给力。还有玫瑰花瓣，但是鸡蛋我感觉甩的可能一般，那大鸡蛋片子里面都是，还有果仁的里边。有葡萄干、坚果、葡萄干、花生，这特别推荐。哎，你要雨露均沾，你还没有尝到酒酿小元宵呢，再来尝尝这个。哦，谢谢谢谢，好谢谢。这个是米酒小元宵，小元宵。太小了，这个这么一点，你看大的应该是果粒，这小的才是元宵。我先尝个元宵。根本就不是元宵，没有馅儿。然后这个水果完全没有味道，然后这米酒也没有米酒的味道，就上了一盆淀粉糊糊，太不推荐了，失败失败，简直就失败了。土豆中洋芋中的贵族，英文名字叫洋芋格格，翻译成中文就是土豆公主。洋芋格格啊，这个名字以前经常是啊，我们羡慕的。第一口感，万焦里嫩，它里边是用土豆泥，好像还有胡椒，还有葱做的馅儿，外面是炸的焦焦脆脆的一个皮儿，然后里边呢略微有点咸，吃起来味道不错哦。
哎，像肯德基还是麦当劳有那个苹果派，知道吧？那边不是甜的吗？换成咸的，就那个味儿，口感也非常像，个头也非常像。啊，这个挺好，这个我喜欢，我喜欢。小花也非常喜欢。是我的菜。你是个口味重的女子吗？是啊。这个非常不错，我就一定要推荐那个。这个哎，我可能说中了，这要不你来吧，这个。嗯。就等你这句话呢。那还得等我呢。来来来，随便谦虚一下，当真了你。脆的饼，然后香肠、马赛洋芋片和鸡蛋。它叫自制汉堡，但它上面写了一个煎饼。虽然它这个饼非常的酥脆，有一股椒盐的味道。马赛洋芋片就不多说了。这个饼啊，就像是你在街头上吃到的比较好吃的一家像夹饼，但是你要是非得说是汉堡，你觉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，是不是？德国郊区的，你要不要来一口？你知道我是带着多么的心痛说这句话，让我这你吃不下了，我就来一小口吧，来尝一口吧。哎，其实我真的现在都根本就吃不下了。哎呀，不是说好吃不下了吗，老白？嗯。我们节目经费有点紧，四个人，三四个人吃。我得让用料，我提个意见，下次可以稍微多一点。小花说她吃到的都是土豆了。来说。把鸡蛋和红菜肠都吃完。其实我就咬一小口嘛。到小，就紧张的经费到小花是只有咬一点。简单跟您道了两句啊，我们一共吃了95块钱啊，差不多平均30多块钱吧。马赛洋芋片以及其他的兄弟们啊，点那些菜啊，重新做出来那个味道啊，嗯，这个很赞，口感不一样。这个洋芋格格呀，我个人比较喜欢，外面炸的酥酥的，里边嫩嫩的，这个很推荐。牛奶鸡蛋醪糟啊，这个也挺推荐的。所以这家店呢，基本就是两个不推荐的，其他都推荐。